我没有拍到你啊，没有拍到你。对。走了。问题超礼貌，我现在看到不想，我想要删掉，我超礼貌，不懂礼貌。我会删掉。删掉超礼貌。我会删掉。删掉，我会删掉。逆反的西游记有吗？有用吗？七点，好，有吗？现在刘海，好，有用，试试看。我现在刘海超爆，但有。你们试一下，好，我们去旁边蹲着一下。哎，不能蹲在地上，不要蹲地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边，抱虎的那边，哪里抱？想要坐着用一下，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。你们等我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的电话呢，因为坏掉开不了机，我只有把充电宝插电，就才能开，能接我下一张。插电才能开？对，你的是什么接头的？我这是跟你一样，应该。哦，这个吗？你是台湾的。这个。你是不是再拍一场现实？我在直播。好。你是拍这个方向？哈？是拍自己的方向？我拍前面这边。对，看到我，那什么太阳啊，能用一下吗？用一分钟就行。走。哦，在我可能要用一下，不方便，不好意思。30秒充不了电啊！不用充电，我是开了就把它放开就行了。怎么了？一个，要走了。好，不好意思。不要走了。好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走了。他说要充借行动电源充电。那直播能删掉吗？你现在我没有拍到你啊，没有拍到你。对。走了。问题超礼貌，我现在看到不想，我想要删掉，我超礼貌，不懂礼貌。我会删掉。超礼貌。我会删掉。没有拍到你、啊。然后我现在又看到他删掉，不然你就。没有拍到你啊，不知道你是谁啊。我不用想，我是普通人，我不想。你没有入境。他一直在你完全，我刚刚都是这个视角，他是拍外面的。啊，你可以不要碰我的手机吗？就是我可以让你看。但你可以回放的吗？可以。我这个没事就走了，没事，小事情。在香港有事，你知道在日本这个问题拍照最严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在日本也不会拍。啊，我这个没有拍到你，你不要这么激动。对，你不要这么激动。我现在看，我刚刚都录到了，你的声音很大。那我看看，如果没有就算了，我也不打扰你，你们也走。我这个都会有 VOD 回放，你都可以去看。对了，我没有拍到你的脸，可以吗？我很认真告诉你，我没有拍到你的脸，我不会骗你。好了，那你可以回放看一下。我网络上都会放回播，但是要等我直播停了。直播完了，对，可以看啊。这是我的工作。我尊重你，我希望你也尊重我，好吗？那我怎么能看你有没有？等我关台之后就可以了。他跟你搞得我很紧张啊！我在香港就没有肖像权，对不对？我懂肖像权，我知道，我在台湾也会被这样提醒过。香港没有肖像权，香港没有是不是？香港没有肖像权啊！但我知道有人不想被拍到。对，我知道。好，知道。你但是没有，你要好说，对，有话好说。你刚你说你在激动，你说对，大哥，我第一次这样被人家大喊啊，很紧张啊，知道吗？我刚刚尽量保持冷静啊。因为我的电话刚刚掉了地下，我要插就开一下，你能帮个忙接一接？那你要充电吗？不是充电，我一插开就行。刚刚掉了在地上，现在只要把它插，我里面是有电，但是现在开对，现在就充电开，对。那我知道的名字行了，那几部其他的删掉了。就给你看那个聊天还是什么？回去看什么名字？什么？这边好像。哎，你们现在有办法丢那个连结吗？就刚刚那段剪辑，野生的野，对，梨子，对。我们先走吧。嗯，就这样，对。来一个铁，来一个。没有，你就去。随便走啦，搜寻就好。来，我好，立马过来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哎，你不要动手动脚的哦。动手，你觉得我现在打你一顿，你报警有没有人帮？有没有人帮？
我问你做什么，我是问，我问了名字就走，你不用脸离职。今年离职，然后普通话不好，我是请教你进北京的进。今年离职，这个。你是港，你拍照，香港人。哎，大哥。香港，咁你香港，咁你香港人。大哥。OK。大哥，海看一下。拍照，然后那个是那个退。呢个系咩 app 嚟噶？呢个。Twitch。咁你前日直播我都唔想影響你，咁每人嘅生活習慣唔係話點樣？好，好似好啦，好啦，好啦 ，OK。哎，主持好。现在这样还有问题吗？应该没有了。没有。我要喊，那我得走吧。好，好嘢。5 minutes later。哦，走。到了吗？真假？我以为不行哎。我以为不行哎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